聊到国剧，绕不开一部小众经典。此剧出身草根，起初只是几个大学生临时起意捣鼓出来的玩意，无钱、无流量、无宣发，俗称“三无剧组”。制作粗糙，演技拙劣，辣眼睛的画风吓退过不少路人观众。但也就是他们，愣是凭烧脑、反转、全程高能、神仙脑洞层出不穷的剧本草根逆袭。完结篇豆瓣九点七。 和《走向共和》《红楼梦》《大明王朝一五六六》并列，跻身国剧巅峰。这剧我探之前聊过毛片，这些年毛片团队渐渐淡出主流视野，粉丝记得，手中还攥着一张有望超越毛片的王炸牌。原班人马打造，历时数年打磨，柔和奇幻动作和悬疑烧脑元素的毛片《Promax》，只可惜这剧二零一六年开机，二零一七年杀青。 此后便石沉大海，再无音讯。问就是卡在了审查、积压库存、后期调整，断断续续删改五年，终于等到它定档上线。吊了这么多年胃口，这有生之年系列还能炸响吗？主创定调，将异物制称作高配版毛片，言下之意，这是原创故事，但剧情架构、角色设定能找到毛片影子。故事主人公时间。 拥有过目不忘能力、玩世不恭的正直青年。多年前，他遇到过一桩怪事：女友离奇溺亡在一间密室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女友衣服都是干的，现场也没有水的痕迹。溺亡是骗鬼吗？没人给出答案。时间为寻找女友死亡的真相，开了一家万能小哥公司，专门处理莫名其妙、怪力乱神的超自然事件。一天。 他无意中捡到了一把神奇钥匙，这把钥匙可以把所有门都变成哆啦 A 梦的任意门，到达世界各个角落。还没来得及动歪脑筋，形形色色的怪人莫名其妙闯入他的生活。有人涂抹可以变换外形的雪花膏，伪装亲友坑蒙拐骗他的钥匙；有人佩戴远程操控物体的扳指，把他吊在半空，隔空巧取豪夺。经过种种匪夷所思的遭遇，时间得知。 这个世界存在一种物件，它们看似普通，都是司空平常的生活用品，但却拥有超能力。物件打哪来到哪去，没人知道。再后来，世间出现了两个组织，一个组织叫联盟，目标封存物件，防止别有用心的人拿来为非作歹；另一个组织被称作三足屋，收集物件，似乎别有所图。时间意识到女友离奇溺亡，必然和物件有关。 为求真相，他自愿帮助联盟收集物件。一群性格迥异、各怀鬼胎的奇人异士聚集到他的身边，再加上负责出谋划策的领导者时间，四人组成寻宝小队，在一桩桩不可思议的超自然事件中解谜破案、回收物件。相较于前作毛片，《异物志》有传承也有进步。传承在于剧情，《异物志》基本沿袭了前作主线。 加单元支线的剧情模式，在以物件为主角的超自然闯关解谜中，追溯角色身世，推进主线剧情。剧情依旧是毛片，主创优映文化最拿得出手的看家法宝。优映向来以奇葩著称，毛片封神十年，主创始终佛系，拒绝了北上投资邀约，扎根石家庄野蛮生长。同时代的网生创作者，有人下海，有人上岸。 他们却像海上钢琴师，躲在一旁独自美丽。手工小作坊，独立非主流的创作模式，当代内娱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店。牢牢把握独自创作权的模式，给予了编剧和观众等量级观的尊重，不用担心被资本挟持，不会被流量范围绑架，更不会为上热搜而挑起争议。本该用来编剧的经历，统统用来编剧，似乎也成了奢侈。 具体来说，异物质悬疑设置还是优映经典操作，预判你的预判的套路反转应接不暇，眼间并不为真的叙述轨迹比比皆是。观众在第五层，编剧在第五十层的烧脑细节环环相扣，前后呼应，看似无关紧要的闲笔废笔都可能是编剧设下的逻辑陷阱，后期伏笔回收，不到最后一秒，随时做好被打脸的准备。进步则在于成本。 异物质守住毛片斗志元素，同时加入了超能力乱飞的斗法元素。相较吃则沙县大饭店，住则成交样板间的毛片，已经是肉眼可见的升级。有钱就有了动作戏，封锁整条马路，请来动作演员。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。我们可以打造属于自己的超级英雄，更接地气、更生活一点的超级英雄。 在这场神奇物件在哪里的闯关夺宝冒险中，主角团交手过不少天马行空的超能力。这些物件不会弱到滥竽充数，也不至于强到喧宾夺主。对于个人来讲，最惊喜的还是奇幻加悬疑的类型元素。二零一六年，广电总局宣布加强网剧监管，收紧对灵异、刑侦、暴力题材网剧的审查尺度。《江湖传说》义务制羁押五年。 就是因为怪力乱神而卡在了审查，近乎断代的国产奇幻悬疑《异物质能够过审，已经难得可贵。或许你会觉得剧集开头画蛇添足，故事起因类似《庆余年》，设定为漫画家为糊口创作的一部关于神奇物件的漫画，后续所有的剧情都只是漫画中想象的平行宇宙。或许你会纠结对不上嘴型的配音，毛片龙套王包哥经典台词真牛逼。 被硬生生改成了真牛，千言万语汇为四个字：理解万岁。作为粉丝，看到铺天盖地的五星预定，闭眼盲冲并不意外，毕竟十年情怀加成。可是，作为从毛片时代追到今天的观众，抱歉，这次我实在没法把它吹上天。对于路人观众，期望越高，失望越大。比如说备受争议的借鉴，主创从不避讳。 他们受到过英剧、美剧的影响，毛片借鉴过《飞天大盗》，杀不死被称为中国版误打误撞，异物志和新高概念显然受到了美剧《迷之屋》和《十三号仓库》影响。尽管剧情后续跟美剧不尽相同，但这种程度的撞梗还是稍微欠点新意。比如说，拙劣幼稚的表演，异物志演员大多非科班出身，奇幻中二的剧情中，业余的劣势被无限放大。 矫揉造作如大型 cosplay 现场，一板一眼如深凌海清表白现场。比如说，捉襟见肘的制作，拒绝流量，拒绝资本是优硬骄傲的资本，也是制约的局限。粉丝常自豪地把毛片称作一根冰棍的钱做出的哈根达斯，一分钱一分货的世界，总不能指望冰棍永远代替哈根达斯。特效从来不是省出来的，而是用真金白银砸出来的。 不说特效细节，摘下粉丝滤镜，剧中摄影、调色等基本视听语言只是刚刚及格。当年的穷学生已长成社会人，如果还在拿经费有限开脱，不免让人感到厌倦。总不能出走半生，归来仍是土味短视频吧？谐音梗是要扣钱的，比如说“圈地自萌”的节奏。义务至开头几集并不理想，节奏拖沓，对白琐碎。 刚出土的上古低俗烂梗，受的什么九年义务制教育？坦率地讲，如果这剧不是毛片团队拍的，我两集就气了。自来水传授经验，看浮画，请走开；看明星，请走开；看特效，请走开；看剧情，请进来。遍地神剧的时代，开头留不下观众，又有谁会期待后续的惊喜呢？剧情。 似乎也成了异物志粉丝眼中的护城河，路人眼中的遮羞布。总而言之，异物志悬疑剧情还是原来那味儿。受限于成本的瑕疵，更多是时代的眼泪。作为这些年最受期待的网剧之一，大概率还是无法出圈，归于小众。尽管如此，我依旧愿意对这个团队保留期待，不为别的，只为他们出身草根，成名草根，归于草根。 又穷又苦，还在拍的另类，只为他们自始至终都是内娱未遭资本染指、创作者掌握绝对话语权的一方净土。站在顶点的人，不论往哪个方向走，都是下坡路。忠于自我，步履不停，本身就是一种属于普通人的伟大。如今，观众不敢奢望他们重现毛片草根逆袭、逆天改命的奇迹，但求这群特立独行的异类，能为内娱的一潭死水。 投入一粒石子，至于是投石问路，还是石沉大海，路还很长，交由时间见证。